何もなければいけます。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，无权介入中国和菲律宾两国之间的问题。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卫承诺不得损害中方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，更不能以此为菲律宾的非法权益主张撑腰打气。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。据了解，落实南海。